是。西方人。没有，就现在在做。当时没有。但我是职业化，我当然就去看。那你多年来，只是业余做那种进步那个比例就好了。一分钟。有时候可以镜头远看，绕高，俯角、仰角。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大块紧张还是不掌握，还是因为老师比较好。都有。你们那个临场一分半，还是会有什么肾上腺素也好，我觉得看眼睛就有明显，所以你动不动看这种就可以说是，就现在比较看得到，对，看得到肾者和脾肾，我是天天打，每天打，带很多人打，各大家讨论里面说大我讲很清楚。两分钟。